很多人就觉得很多人还其实很好奇好像比如说我的这个 blog 的 entry 是不是我自己做的，那我其实我以为很多人都知道，都已经知道，就是其实很多人都可以用电脑自己做自己的东西。那今天就通过这个机会，通过这就说给大家看了哦。比如说现在我要上我的 blog 来说啊，比如现在我就在我的 blog 了嘛。好，那用电脑呢，就是要靠这个屏幕朗读器，英文叫做 screen reader， 它就会把屏幕所显示的东西给就是读出来啊，读给我听。那主要的语言还是说英文啦，哦，那现在就比如说现在我要去读一下comments， 就是我最后一个entry， 就是在情人节那天所写的一个 entry， 我比如说我要去读一个 comment， 那就我就demo 给你们看是怎么样去做了。或许你们会，我不知道你们 camera 拍的东西跟我读的东西哦是不是一样的。 OK， 我们先来试一试啊。 OK， 那现在 OK， camera 那个 screen 有 maximize 吗？有啦，慢一点啊，这样快没有，我就是要自然吗？你们多说要自然。Okay 哦，你看现在其实 camera 只是拍我一个人，可是其实旁边很多人的，所以其实啊我房间啊是很小的，所以你们要想象这里还有七八个人坐在这观众这样。来，大家拍一拍手啊，很多人哦。OK， 好好好，现在已经十一点了，不要这样吵了。OK， 那 OK， 我要 check 一下，就是 OK camera， 你要跟我讲。Basically， 现在你看，我现在 focus， 他在读的是 February 14 2009。你他的 highlight 的是不是那个？你拍到的是什么？我在 scroll， 你看，我是 Happy Video， 读 Curious， 哈哈 ，You Are My Favorite Song， blah blah blah。哦，不是哈，他是拍别的东西。But anyway， OK， 好了，我放慢，好不好 ？Slower。可是要跟大家说，这个 speed 我读了会睡觉 ，OK。这就是如果可以，大家如果有现在可以，可能可以开另外一个 page， 就是可以看一看我的，就是二月十四号的这个 entry， OK。好了，够了，我不知道收的会怎么样了，等一下我们才来 check 一下吧，应该 OK 了，不管了 ，Anyway， 收不好也就这样了 ，Anyway 没有什么好听的，这个声音我觉得我的声音比这个好听的啊，那读是可以读，怎么样 ？Type 嘞？那现在，哇，可是这样哦，我去make个 command 哦，会不会哦，就有人懂我要做这个东西？好，那我不要，我去做一个新的 entry。好，那啊 ，title 我就放。Just reach home. Okay, 就哇，有点不自在，是真的有点不自在，可是没办法了哈。好了 ，everybody 啊，那就是我该 type 的东西，我现在也不知道写什么了，所以你们可以知道我平时写 blog 的时候是多么的惨。Well, hello everybody. There is a camera on me while I am writing this now. This now. Like this now. Okay. Why got cam？ 我看我的 spelling， 因为 camera， 你看我 spelling 变得越来越烂了。Why got camera？ OK， got camera， 哇 ，Sorry， I'm not from the states， I'm from Singapore。Okay， why got camera？ Why got camera？ soon you all will know了 ，OK。读一下 ，OK， 哇，你看他有 question 吗 ？OK， 我慢一点啊 ，OK， 还有 expression OK， 好了，应该就这样好了啦哈，可以 post 了啦 ，safe， 好慢啊 ，OK，
好，现在呢，那个 entry 也应该进去了，我就现在就去我的Wei Lian blog。好，那进去就是要证明一下那个 entry 有在，有在了哈、哦、，cameraman， 还是你还看不到 ？Maximize window，sorry， yeah， 其实有了哈、哦、，cameraman。啊，我 OK， 不要紧，我进去。OK， 哎呦 ，Hello every，OK。那好啦，我这等一下我再去改这个 everyone 啦哈，所以你们看以后看到这个 video 的时候，需要记得我其实我是带hello every， 好，那还有什么哦？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大家因为就为了让大家看我是怎么样用的，所以我的这个 screen 是开着。其实我很多时候在用电脑的时候就是这样用的。好，你看哇，什么都跨播啊，所以就是跨播也然后就是用这样的跨播 screen 来用。